我是公关的车长的，2011年1月18号。高雄火车站哦，高雄火车站。11:23，首发就是哦，我刚刚把那票换了，真的超感动。然后刚刚这边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回到原样了，超感动的。高雄火车站终于回到地冠事件，终于回到它的原本样子。他们说回到原本。啊，如果你喜欢面干嘛找我们，多多订我们的地冠片，赶快支持。嗯，我蛮感动，对啊，高雄火车站了。看看，后来去查一查，对不对哦？完蛋了，我一直搭 PP 我还起笑，所以我就刚把票刚刚想换掉了，对吧？所以这次后来经过一番想法，然后就换掉，然后又至少可以搭蛮多次红班嘛，对吧？要搭就要搭整趟，一趟哎，整趟来回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后来就有临时调动一下，对吧？反正时间多的是。啊，如果你喜欢面跟猫子们，多多点我们的激光片。那现在去搭高雄捷运，啊，现在去南马 K， 对吧？男子，啊，好了，如果喜欢面跟猫子们，多多点我们的激光片。刚刚支持就那，拜拜。我去男子吃我的午餐，你要搭台铁了。哎，我这边这边，这次我。因为我想说，我买了那个凤翼天翔，嗯，看我买这个，你们看到吗？对啊，现在高雄捷运出品的48小时卡，对吧？想说要多用，对吧？那蛮浪费我的东西。好了，我现在去南子。啊，如果你喜欢面跟妈咱们多多给我们打就帮忙，然后支持就拿，拜拜。哦，这边都是。所以现在刚车站还是一样，叮叮咚咚咚咚咚，对吧？现在支持再见，拜拜。